大家都能听到吗？看到吗？哦，好的，谢谢。好的，谢谢大家回复啊。尊贵的古文恩师吉祥如意，尊贵的会长、所长及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吉祥，大家吉祥如意。今天又来到我们的人文讲解的课堂，我尽感恩大家对我的包容、接受与聆听。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论曼的这个理论与实践。那么，首先我们来祈求一下本师释迦牟尼佛、具足根本上师佛以及诸佛菩萨、慈悲摄受，令我们大众及一切众生能够具足善根因缘能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具足根本上师佛，南无具足根本上师佛，南无具足根本上师佛，祈求一切诸佛菩萨恩师慈悲摄受加持，令我及一切众生身口意自然流入佛知、佛见、佛智慧、佛功德、佛能力、佛辩才、佛境界，自然展现，自然利益一切众生。好啊，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探求这个论曼烦恼之理论与实践。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学到这个灭除慢心所得到的利益。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人生在。我们灭除这个慢心之后，我们会能够得到这些利益。那么已经讲解过这个，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人生，你作为一个人，你舍离这个慢心，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我们已经学过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在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灭除这个贪，我们会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那么我们大家想想，我们现在我们刚刚也听过这首《我是一个修行的人》，对吧？我们都想做一个真实的修行人。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烦恼和障碍呢？是不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遇到种种种种的障碍与灾难与这些障碍，很多很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感觉到那种坎坎坷坷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我们的慢心、烦等烦恼，让我们招赶来那么多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呢？上一次我们也学到过了，几乎到每一个障碍，我们都正在去感受这些给我们这个修行的路途当中。所遇到的这些困难，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想做一个修行的人，那么我们必须要灭除这个慢心，我们才能跨越这些障碍，并且我们灭除这个慢心以后。我们会得到种种的利益，那么这些利益呢？大家想不想得？你想不想在
自己的修行的路途当中，很顺利、很顺畅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层面，我们都很顺利的通过，因为我们这个修行的路途啊，很遥远。那么，我们能不能自己担保，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没有障碍呢？如果我们这个慢心还在，那么这个障碍与灾难呢，我们逃不脱，对吧？所以，我们想做一个修行的人，我们必须把这个慢去降服。我们降服这个慢心了以后，我们会得到种种的利益。那么，在我们修行的这个道业上，我们会很顺畅、很顺利的去修行。那么，到底灭除慢心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在经典中描述了很多。我们现在来看这么几点。就是我从这个各部经典当中搜查出来的这些证据经典，那么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探究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在佛说传语圣经当中有说过，当时佛告一位女居士说，如果菩萨成就施法，能摄菩提，亦能令菩提心增长，那么第一，在这个司法当中，我们看啊，第一就是要舍离这个骄慢，第二是灭除这个自大的这个心，第三就是恭敬尊重。那么，就凭这三点，就凭这三点，我们看啊。是不是与慢心有关呢？是吧？如果我们远离这个骄慢之心、自高自大的心，然后还要去尊重、供养、共亲、尊重、尊长，那么我们的这个利益，我们会能够摄取菩提心，令菩提心增长。那么，大家看一看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现在目前大家已经发菩提心了没有？大家已经发菩提心了吗？如果大家哪一位已经发了菩提心，那么我很随喜赞叹，很尊敬各位，因为您已经是发菩提心者，已经成为开始修行当中的一位菩萨了，对吧？但是我很惭愧啊，因为目前我还没有真实的真动魔功，所以 说明什么？说明我还没有真实的发菩提心，因为在《楞严经》当中，大家已经学过的，我相信大家都对这块很熟悉。那么，我们已经真动魔功了没有？如果我们还没有真动魔功，那么我们这个菩提心呢，已经发了没有？我不敢保证啊。因为我现在实在是烦恼太重，然后这个学习经典也很少，那么
真实的来说，还没真实的发菩提心，只是想修行而已，还没有真实的去发菩提心。如果我发菩提心了，可能很出声，但是我目前来说很惭愧。希望我们大家集戒众生，早日发菩提心，摄起菩提心，令菩提心得以增长。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菩提心不摄住它呢？没有摄到它呢？也没有让它增长，就连摄我们都没有摄，那这个令它增长哪里来增长？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慢心实在是太大，我们就是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然后时不时的在那里骄慢，功高我慢自大，骄傲，时不时的觉得自己，还是挺好的嘛，我是最好的，我什么？我的家啊，我的亲族啊，我的这个人生啊，我的所修的功德呀，我的长相啊，我的给什么都是我的，对吧？然后我的是最好的，你看啊，我做的怎么棒呢？然后你看啊，我学习怎么好呢？然后等等等等，我们动不动就是我，动不动就是我，是吧？然后去自赞毁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好，然后去毁骂别人，去不恭敬别人，轻视别人，然后我们就有那么一点点能耐，就马上升起这种骄傲自大。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然后最棒的人了，然后时不时的在这个生活意义当中，我们就很容易去流露出来这个慢心。这个慢心实在是，它时时刻刻都能展现的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习气，而且现在我们的目前来说，不知道大家什么样啊？对我来说，目前来说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身口意，偶尔就是我们能够发觉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爆发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啊。如果我们智慧先贤的时候能够发觉它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它冒发。但是在我们的每一个言行举止，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念头，我们能觉察得到这个慢心所在吗？所以啊，我们连这个慢心呢，我们有的就是认识还不能认识，那么我们怎么能去觉察它、发现它，然后灭除它？所以这个慢心，大家看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流露的出来的这些，所以就让自己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坎坷，就像我一路走来，从这个出家了以后到现在，我的这个修行的路途当中，遇到了种种的磨难，种种的障碍，做什么都做不成，做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出家，跟着师父学习，但是呢，也没有真实的学到佛的正法，没有真实的遇到真善知识，只是跟一般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寺院里呀，就是现在的寺院的这种教育呀，就是
全部都推给学校了，就是在寺院里只是给我们吃住的一个道场，还有去做那些关于这些宗教礼仪上面，然后还有这些祭礼什么的，就是把那些葬礼的法会了。没有真实的学法，那为什么我们就会生到这种道场、这种环境当中呢？是不是我们与法、与佛、与法、与这个善知识有障碍？我们遇不到这种就是一进来就让我们学习佛的正知正见，引导我们走正路。或者是说他没有把你带邪路，但是呢，他的推荐还好，但是，他没有真实的知道怎么去修，引导你去修，是吧？所以，对我自身来说，我很早就出家了，但是，正是因为没有真实的遇到真善知识。所以耽误了好久，幸好后来我去中国留学，我能求到善知识，我能遇到善知识，才能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么在求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种种的困难，种种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从哪里来？也都是因为我的这个慢心所召赶来。那么我很早就出家，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你要发菩提心，然后这个菩提心是什么？怎么去发这个菩提心？怎么让它增长？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学到，也没有人说要去降伏烦恼啊，还是要去修什么什么？他们就是。没有这样学，所以就是很盲目的去修、去练，而不是依据佛所教的去种因结缘，然后去按照佛所教的去修行。所以你看啊，我住下来那么久。从2003年已经出家了，但是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菩提心是什么，然后怎么去发这个菩提心？那么已经快20年了，但是20年当中，你看啊，就耽误那么久。所以很惭愿，愿我们早日的去降服这个慢心，让我们呢这个修行的路途当中，时时刻刻都能跟善知识佛菩萨、真实的修行者同居、同心、同德、同住，得到佛菩萨的引导。恩师的引导，让我们早点发菩提心，求无上道，让我们的菩提心得以增长，让我们去舒舒的去降服这些慢心，要不然你看前面我们学过的这些慢心所给我们带来的障碍，是多么恐怖，对吧？那么。其中一个也是推菩提心。那么我们如果是降服了这个慢心之后，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我们能摄住它，能让它增长。那么大家想不想得到这个利益呢？
如果想得到这个利益，那么我们要一起去降服这个慢心，要不然真的是你没办法得到这些利益。那么其他的还有在《长阿含经》当中也有说过这个灭除这个慢心。最后，如果我们能够舍离这种种性啊，或者是去灭除这个骄慢的心啊，我们在佛的正法当中，我们会能够得正道正，看受正法这个利益。那么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在佛法当中。我们也在佛法当中在修行，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证不了道？我们就是没办法，就是不要说是证无上菩提啊，我们就是想想我们的最初的这种去降伏烦恼。目前我们去，我们这一年的计划目的就是降伏烦恼。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喊着降伏烦恼、降伏烦恼，但是我们没办法去降伏它呢？没争这个功德呢？因为我们有慢心所在啊，我们时不时的去，就是骄慢。更高我慢，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然后去对比起来了。我们这个慢心时时刻刻都展现的这些。我们有的人种就是像上一次我们也分析过，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种族啊、族性啊，我们就总认为我们自己很好，对吧？我的种族还挺好的，还挺高的。还挺高大上的，对吧？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种族，都不是皇族，对吧？都不是那种总统，或者是主席之家。那我们凭什么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种姓、自己的这种族姓是尊贵、是豪贵、富贵的呢？实际上我们在麻木自己，在欺负自己，以这个慢心来覆盖、来掩盖这个。那么我们要除这个慢心之后，我们才能在佛法中，你尽管你修什么，你都会很容易去证得它。而且我们还能看受正法，我们现在能看受吗？很惭愧。我现在觉得自己真的是这个利益还没有能够展现出来，因为佛的正法我们学了很多。每天都听，每天都熏，但是佛所说的那些，你看啊，每一个法会结束的时候，佛经中上就最后一段就是，这个人证什么果，那个人证什么果，那个人发什么心，那个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在学呀、啊。我们每天也在学，也在听，但是为什么我们学完了一部经了以后，我们什么都没得，什么都没有真实的展现这个果？我们能看受佛的真法不？我们真实的能去收它吗？去持它吗？能看受它吗？还是听过了就扔掉了，就吹遍风去了，对吧？吹耳风去了。所以很惭愧，愿我们叔叔的你消除这个慢心，让我们
在佛法当中修行，早日得成道种，看受正法。要不然佛的正法，我们不能看受它，我们怎么能修持？所以有这个慢心呢，实在是太恐怖了。它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的障碍的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路途当中，让我们走得很痛苦，坎坎坷坷的，对吧？想修什么都修不成，想学什么都学不下去，都由于我们这个慢心。那么我们想得到这个利益呢？想成就个什么，就必须要把这个慢心降服。你这个骄慢，这个心，公告我们这个心，你不除的话，你就没办法在佛法中修行下去，因为你总就认为你是好的，别人是差的，或者是说别人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比我们厉害，我们就也在那里升起这种低劣嘛，时时刻刻都是展现出来，都是这个慢心啊。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学习那么厉害，然后经典那么精通，然后我看我什么都不行啊，我外语，我对这种汉语的这些经典来说，对我是一个外语啊，然后要摸索好久，然后也要去看它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说就是有时候会升级这种。那么他们那么厉害呀、啊？那他们是母语，他们厉害是当然的。我这种，不懂什么也是正常的吧。然后，这样就算了吧。我不求这个法，也不努力的去跟大家学习，而是，好了，就先这样吧。我的能力就是这么一点了。然后怎么样，就是凶，要么是升起这种傲慢之心，要么是升起这种低劣嘛。你们学是你们学的，我自己搞自己就好，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慢心呢，我们在佛法当中，我们没办法进行下去，没办法去跟大众一起学习。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我们能够真实的得到这些利益吗？我们自己去检查一下自己，看看我们现在消除这个慢心所在，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利益了没有？如果没有想得到，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慢心去降服，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利益。那么，现在目前来说，不能得这个利益，我们要怎么办？至少我们也要发个愿吧，对吧？我看大家都很善于发愿，那么我相信我们，都能够种下这个善根因缘，让我们也能早日得到这些消除慢心所得的这些利益，我们都通通拿到手。因缘成熟，我们能快速的展现这个利益。那么，在这个《大宝积经》当中，还有说呀，这个菩萨摩诃萨成就十种法，哪十种？就是，如果你成就这十种法的话，你在这个行大乘，你能行大乘，你能住大乘。那么，哪十种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
第八个，你就要设立这个慢心，设立这个慢当慢的这个心。那么我们看啊，你现在很多大家都想发菩提心，求无上道，都想进入大乘，对吗？然后某某某某问我们，你是修哪一乘啊？大家都很毫不犹豫地说：“我修大乘啊，我是菩萨呀，我想成佛呀，我想修大乘的呀。”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行大乘了没有？你能住大乘了吗？能不能？大家看一看，如果我们这个慢心不舍，我们怎么能住大乘行大乘呢？我们怎么能去说自己是行大乘的人，修行大乘的菩萨呢？那么我们就自己去检查一下自己，我们这个傲慢自大这个心，你舍了没有？如果我们还没有舍，这个慢心，那么行大乘、住大乘这个利益我们没办法得。那么的，如果大家想得，我们就必须把这个慢心给降服，对吧？大家哈，都想，我相信大家每一位都想住大乘、行大乘，我们都想成佛，我们都想行思维习舍、行大乘法、发菩提心，成就如佛一样圆满，去利益一切众生，对吧？我们这里很少人，就是就像那种阿罗汉的那种心态，对吧？只想行自己的。但是你想利益大众，你想发菩提心，你想行大乘、度大乘，但是你这个慢心不舍，你没办法住，你没办法行，你能行什么？你怎么在这里自高自大？控告我们，总觉得自己好，自己了不起，自己什么都行，自己什么都好，然后你就蔑视别人，轻视别人，灭除别人。那么你怎么能行大乘呢？是不？你怎么能去住大乘，去行这个法，去成就无上菩提呢？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行大乘、住大乘、求无上道成就，如佛一样圆满，去利益一切众生，那么我们这个慢心必须一个降伏，要不然这个利益你没办法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大方等大集经》当中。有说过，说云何殊能成就无上大乘？那么这位宝女呀，说有32世众生修集能速得这个无上大乘。那么大家看，我们刚才说的是行大乘，住大乘。那么行住，你还要成就它了。那么成就它，你想说说得以成就无上大乘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说说得以成就这个法呢？成就这个大乘法呢？那么在这里呀，已经说了，其中一个就是，在这个32法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你见其他人的堕福，你没有生这种嫉妒心，还有你破除这个慢心，那么
如果你能够破除这个骄慢的心，你就会能够速得成就这个无上大乘法。那我们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每天就很呆喊的自己是一个修行的人，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拖拖拉拉，没有速速的以成就呢？因为我们这个慢心一直障碍着我们，我们就没办法去挣得个什么，也没有办法去成就个什么。那么这个功德能力，这个利益，我想大家都想得到。那么想得到呢，我们就必须灭除这个慢心，我们才能得到，要不然。这个慢心它障碍着我们眼前，我们怎么能跨得过去？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学过这个慢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障碍，那么灭除了它，我们就能速速的以成就无上乘、无上大乘。但是我们好像。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但是好像我太在意这些利益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想快速的去成就这个大乘法，无上大乘，我想去成就它，那么我就会大心力的去降服这个慢心。但是目前啊，就是总在那里拖拖拉拉的，然后也。就是磨磨蹭蹭的，不真实的去找方法去降服这个慢心，而且呀，每一刻都会让这个慢心时时刻刻的流露出来。比如说，今天我出门了，然后呢，就跟这些住家的师傅，见到他们了，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人家供养的法会。那么去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真的是没有去跟我们一样这种学习，然后去修正自己的话，那么就是很，一般都是很放松。很翻译，然后呢，就是言行举止没有这种威仪，做的没有做的样子，站的没有站的样子，大家是不是现在？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同修，我们都已经学过了很多缘起法呀，还有威仪呀，这些我们都已经学过了。我们也在练了，现在大家的这些言行举止都有些改变了。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出去的时候，我就一本正经的在那里，就是已经养成了习惯了的时候，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时时刻刻的，就是那个样子，你做的是很直，然后保持那个微笑，然后。站的样子也是很直的，没有就是靠这边啊，靠那边啊，或者是说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要礼有仪的。但是如果没学的话，那个表现的出来的时候，会有我们对比起来会有差异的。那么今天我出去的时候。跟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就冒一个念头，我就对比起来，对比起来什么呢？就是说，跟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人，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做的没有做香，就是没种那种威仪。那么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慢心呢，大家说，它会不会冒出来？我很小心，很小心，我时时刻刻、时时刻刻的去警惕着自己这个慢心，不要让它升起来。但是，关注着，一不小心，他就开始就是把这些形象啊跟自己对比起来，然后这个慢心就升起来，他就不会我现在的这个表情、行为，因为我们学过这些位移嘛，这些走路的状态啊，然后站的这种姿态啊，坐的姿态啊，我们都学过，也有练过。所以，虽然没有达到这种很标准，但是至少我也在改变自己的这种状态。当然是比一个没有训练过的人，当然是会好起来。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场合当中，如果是一不小心就是开始这个慢心撑起来，跟他们去对比起来了，但是还是还好，因为我们在学习这个降服这个慢心嘛，所以时时刻刻的在警惕着自己，在关注着自己的这个行为，不要让这个慢心升起来，但是很小心，可是。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就是把这个慢心给控制住它，它会在那里，一直冒，因为你看他们这个样子，然后很，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以前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你自己改了。你看，你会能看到自己的过去，然后也能感受到这种，如果不学习佛法的这种糟糕，所以就开始对比起来嘛。你一对比，你这个慢心就升起来了，所以很惭愧啊！我现在目前这个慢心呢，它不像以前那种昂首挺胸的走路的那个样子了啊，那种表现了啊。但是现在它很隐藏，然后它很微细，在自己的这种念头啊、行为啊、起心动念当中，它还会冒出来的。那么我们时不时的去跟别人对比，时不时的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别人比我们差，然后去升起这个骄傲自大的心。那么，你看看啊，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已经障碍了那么久，障碍了那么多，无法去成就任何一个善法。我们还一直在那里磨磨蹭蹭，然后时不时的去冒这些烦恼。那么我们怎么能速速的去成就呢？所以说我这个心态现在目前还没有真实的去想得到这个利益，还没有发起从发自内心很大力的去想成就这些利益。因为如果我想成就的话，我会想办法，我会尽量去，用其他的心力去降服这个慢心，去控制这个慢心。而现在就是，还是这个训练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够量，所以它会让我们拖拖拉拉的。没办法，很快的去成就。
所以说，大家自己现在自己每一个人去扪心自问，问一下自己，真实的你想得到这些利益吗？你真实的想修行吗？还是在修烦恼？那么我们，这一年的这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烦恼降服，那我们已经重视起来了没有？大家想不想得到利益呢？虽然说我们很想得到利益，但是得不到，对吧？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我们都想得到利益，但是因为烦恼，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得，所以要想着办法去灭除这个慢心。那么我们认识这个，慢心所得到的这些利益，我们想得到这些利益，我们调动这个欢喜心起来，我们想得到这种善法欲，我们要升起来这种善法欲这种心态，我们后面才来研究这个降伏慢心的这个方法，在佛经中是怎么说的？然后。大家是怎么用什么方法去灭除的？然后我这个研究论题呀，就是写关于这个，它是关于这个时间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后面大家如果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实践过降服这个慢性的一些体会或者故事，那么请您，在我的这个课堂当中，到那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请您，慈悲法布施给我们，分享您自己的这个降服慢性的这些方法，怎么操作的，怎么进行的，然后我也会，参照大家之前恩赐我过的这些，您自己降伏慢心所用的方法，去分析，然后我们去研讨这个问题。那么，希望大家有，现在这样说，因为想得到大家的欢喜心，去，法布施，然后有所准备，因为我们学这个，除慢心所得到的利益以后，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步骤，就是降伏慢心的方法。那么希望大家到时候，积极主动欢喜的去，恩赐我们方法。然后也恩赐我们您的这些降伏烦恼当中的这些经验或者故事或者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什么样的，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在这个课堂当中如果您到时候到我的那个分析的那个实践课的时候，实践的那个降伏慢心的那个章节的话。那么，祈求大家多多吃食，多多的布施，恩赐给我，好，那么就是先，跟大家，打个广告，然后后面我们，一起，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来，换一下课堂的这种氛围啊，sorry。换了一下我们学习的氛围，要不然我在这里一直说，大家在那里不知道您有没有听，然后大家真实的去学习了吗？还是您就是挂课在那里，然后跑出去了？因为很惭愧，很惭愧啊！我有的时候也是只会挂个名，然后我就跑出去干活去了，很惭愧哦。实在是没办法分身的事情太多了，很惭愧哦。
然后，也希望大家积极主动的，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研究，一起讨论，让我们快速的以破除这些烦恼，让我们的烦恼越来越轻，越来越淡薄，然后速速的以去降服它，我们都能得到这些灭除烦恼所得到的这些利益，我们都能。成就都能拿到手，好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得到这些利益，但是我们没有利啊，对吧？没有去享福这个利啊。然后其他呢？另外一个点就是在大乘宝云经当中也有说，这个你降服这个慢心呢，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就是得无碍智。那么这里说有四种法能得无碍之，其中的一法就是你永恒的自己摄取这个心，不生这种骄慢。那么如果你能摄取你的心，永恒的去时时刻刻的。去摄取你这个心呢，不要让它增长、升级这个骄慢的心，那么你会能够得到这个无碍的智慧。那么我们现在，我经常看到大家，说我们想得无障碍的智慧，对吧？我们都很想得这种无障碍的智慧。一切佛的一切智，我们都能得到，然后无碍的这种智慧，我们也很想得到，因为我们现在啊，刚好每一种智慧，我们都很有障碍，对吧？是不是？是不是？那你看这个 PS 的这个软件啊，我们是不是学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障碍呢？然后学着学着怎么？看不明白呢，是不是？或者是这个软件那个软件，我现在在研究这个 3D 的这个软件，然后自己在摸索的时候，哎呦，种种的障碍，你处理这个好了，那个又出问题，然后一直的在这种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如果我很想，就是如果说。我有的时候摸索的时候，摸索了好久，很费时间了，然后费精力。我说，哎呀，如果我能够得到这种无碍的智慧就好了，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种无障碍的智慧就不会成问题了呀。但是现在你看啊，你学什么都会有障碍啊，就是射箭的这些知识，你都会有障碍，何况是我们的。无上的佛法呢，是吧？每一种智慧，我们能够无碍的、无障碍的去通达一切吗？不知道大家什么样，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糟糕。你学什么都坎坎坷坷的，都是很有障碍。就是学这个英语吧，哎呀，障碍实在是太多了。学的不知道怎么发音，发音好了不知道它的中调，中强，那个腔调是什么？然后那个轻的这弱读是什么？重读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读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调调就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调调记对了，然后那个生词单词的这种也记不住啊。是不是？大家都有体会，对吧？我们学什么都会很有很多的障碍，尽管是在这个世间法当中，还是无世出世间法当中，我们都遇到种种的坎坷。有的时候我翻译佛经的时候，有些佛经我还没有学过，但是自己去想去翻译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障碍。就是看不懂、看不明白、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看不明白什么意思的时候很难翻译，翻译出来万一错了怎么办？
所以呀、啊，总要去问，要不然你没办法，你这话你有障碍，那你怎么能把它翻译出来，对吧？所以对佛法还是修遣法，都会有种种的障碍，学什么都学不了，学什么都有障碍，学什么都是不明白。学什么都是，为什么别人一看就懂，一看就能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的是学什么都学不下去，然后学得很坎坷。别人可能讲过一遍，他就懂了。我们可能是讲了好几遍，训了好几次，但是还是不懂，还是不懂，还是模模糊糊的。大家看我们这个章程。学了那么久，2、3年了吧，从一开始到现在，学了2次了。但是我们现在对每一个生词或者语法现象或者意思，我们都能够串通它了吗？能够真实的拿到手了吗？所以啊，我们这种障碍的这种智慧啊，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无障碍的去通达它。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慢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危害的，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去摄取我们这个心，不要让它乱发起这个慢、骄慢公告我们这些慢心，时时刻刻要摄取它呀。这里是恒自摄心，而不是。只有自摄心啊，它是恒的、永恒的、时时刻刻的，你都要去摄取你这个心，不要让它散乱，不要让它去翻译、放肆去升起这个慢心。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会能够得到这种无障碍的智慧，因为你摄你的这个心呢、啊，你这个骄慢、功高我慢、自大的这个心，你没有升起来，你时时刻刻都低下来，你没有站在顶上了，不会站在那种三角上的那个顶上去赞毁他，去骄慢自己，去抬高自己了，你会低下来。你那么这个时候，你低下来，你就像海底一样。哈，你看海承接了那么多的水，百川都流到海里，对吧？那这海它永远都是会接纳的呀，因为它低嘛，它的容量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它任何一个留给它的任何一条。川河，他都能接受，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呀。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慢性，我们站得太高了，我们承接不了。那么承接不了的时候，你这种智慧能力你就没有。那么我们要低下来，要降服这个慢心，要摄取这个慢心的时候，我们才会。低下来，那么低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接住佛菩萨的智慧能力，然后这世间的种种的这种智慧，我们都会能够展现，能够承接得了。要不然你看啊，比如说我在学 3D，在学这个 3D 这个软件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啊，他教的有的东西他也没有研究出来，但是我研究出来了呀，或者是说，他那个人能教什么？等等等等，如果我对他升起这个慢心的时候，他教什么我都没办法去整接他，去整接这个他的所说的这个法，那么我就对这个上帝啊，我就没办法去运用它。然后，如果我对他升起这种骄慢的心，我看不起他，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能行啊，我自己能摸索出来，我自己能够，研究的出来啊。
那么这个时候升起这个慢心的时候，真的是那会儿你没办法去学会它，那会儿很难懂。或者是说，在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个佛法，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些？我们能看得懂，能看得明白，但是有一些我们就怎么看都看不明白呢？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不懂。然后佛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没办法去了解，没办法去解了它。那如有的时候师父讲啊讲啊，然后分析啊分析啊，我们还是不懂，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慢心。娇慢的心，我们时时刻刻都提起它。那我们提这个慢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去承接。有的时候我们还一直认为，为什么我总看不懂呢？我看不明白呢？当你看不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那一块已经升起慢心了。你升起慢心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看懂。但是你一心的，你设计呢？你这个心态，你低下来去承接的时候，他多说什么，你自己承接个什么，你就很容易懂。大家不信，你自己去试一试。我试过了，我去试过了。当我低下来的时候，真的是，师傅说什么我都懂，师傅说什么我都懂，然后我老师说什么我都懂。但是如果当时我的慢心升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的事，我也看不懂。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对哪一块儿我们学或者我们在研究或者我们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看不懂，那么当时的，我们要开始去检查一下自己这个心设好了没有。这个慢心已经设起来了没有？还是在发起它呢？那么，如果是还在继续发起这个慢心，那么我们的智慧啊，实在是没办法增长，然后总遇到种种的障碍，没办法得到这个法，这个智慧。那么我们想不想做学什么，做什么？无论是修仙法还是出世仙法，我们一看就懂，一用就灵，然后时时刻刻都无障碍的发挥出来，成就这种无障碍的智慧。大家想不想？那么，如果我们想这个得到这个利益，我们必须要去降服这个慢心，因为你不降服这个慢心，你不灭除它，你没办法得到这个利益啊，是吧？所以说我们，如果大家想得到，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慢心设服了，给他降服了，要不然，他就会时时刻刻的冒出来。那么他冒出来的时候，你的这些障碍的就通通的展现出来，你没办法成就这些，那怎么办呢？在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提高自己？怎么能？继续往下修行呢，所以说，我们自己现在要去检查好自己的内心，扪心自问，问一下自己，你真的想得到这些利益吗？如果想得到的话，真实的想得到，发起欢喜心，极大的欢喜心去想挣得这些利益，想得到这些利益，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慢心降服。那么怎么降服？我们后面会学到，然后也会看到。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这个降服慢心所得到的这些利益啊，我们也还没有学完。下一次我们再来一起学习，一起研究，好吧？今天时间也到了，过了一点点，好，惭愧，拖堂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学到这里了，我请感恩大家对我的谦卑、包容与聆听，我请感恩大家。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学到这里，我请感恩大家的陪伴、包容与聆听。今天我请感恩大家的对我的成就，感恩大家耐心陪伴。那么现在我。
我挂麦了啊！恭送会长、所长、七个位法师、各位同修，无尽感恩大家的慈悲包容。